Hello，大家新年好！前段时间不是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吗？那个行车记录仪，那个商家跟我说啊，你如果用点烟器的 USB 接口的话，一定不能用快充，千万不能用快充啊！所以我就买了个慢充。中兴啊，这个不是跟美国打贸易战的那个代驾，买了一个5伏2安的哈。先把这里擦一擦，菜刚刚在贴上，好点吃的。它这个探头最边看得到吗？有一个黄色的一个标哈、啊，黄色标条上一般就是正常的位置，然后把它锁紧就行了。太冷了，现在有个问题，这个胶一点都不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冬天。我现在重新换了个 3M 胶啊，原来的胶直接不粘啊，我再试一下哈、啊。现在刚刚换的这个胶呢，比较牢固了哈、啊，可以的。现在呢，来的前轮哈、啊，前轮也是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胶也是不粘，先把这个胶去掉，然后再换 3M 胶哈、啊，还是要用电吹风。这个胶啊，明显的不粘啊，一点都不粘、啊，冬天质量非常差。看前摄像头，前摄像头本来我想放到大灯下面，但是试的是大灯很烫嘛，然后就把它移到这个大灯前面了、啊。它这个底下是有个弧面的，它这样放上去好像粘的不是特别粘、啊。再来一次啊，开机。欢迎使用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开始录像啊！它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点多此一举啊，这个控制器完全不如说你在这里有个指示灯，这个指示灯，这个主机上有个指示灯，指示灯一闪一闪代表它的路，是吧？同志们，现在装是装好了啊，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呢是点烟器哈、啊，加了一个5瓦的 ，sorry， 5伏2安的啊、行车记录仪呢放到这里啊，啊可以连手机的啊，手机直接观看，手机来控制，这块做的是比较好的哈、啊。啊，这里还要说一点哈、啊，原来的话这个线是从这个覆盖件外面走的。后来我改了，把它改成这个坐垫里边的，直接从里面走进去 OK 了，这样更好。那个前轮这一块的话，你必须要留有余地，你像这根线路的话留有余地，你不然转向的话它容易磨到，然后经常磨损可能会断裂哈。好了。